收看《晴晴厨房》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做空肺小甜品啦，是大人和小孩们最喜欢吃的甜品。首先，我们要烤盘，还有这个小杯子放进里面，要很小心的。接着还有蜂蜜 honey， 然后还有融化了的奶油，还有 cornflakes。 我们要先打 cornflakes 下去吧。这我们要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些 cornflakes 倒进烤盘里。就是这样慢慢的搅拌着。我已经搅拌好了，这就是成果啦。接着我们要把它放入这个烤盘里去，还有另外一个油。已经完成咯，妈咪请帮我放入烤箱吧。观众们请记得放入烤箱180度烤10分钟哟，10分钟我们就可以吃咯。妈咪帮我放吧。大家，我做好了，这就是成果。那我来试一试。